各位校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大家想看麦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？和大家想看麦吼。除了讲吼，我对这个是我算讲我是学习的专业之外吼，我要讲的主要的目的够一个。大家知影咱台湾哦，是全世界洗肾的第一名，对不？为什么安尼？有人要管这件代志无？管咱台湾人健康无？啊，那地下电台，也是讲其他不明的迄个方向的过来迄个药物，啊，到底哪会无人去特别去甲迄、那个较严格的甲管理？啊，搁迄点仔电视，也是讲点仔迄个咱迄、那个讲个电台吼，安尼变成讲安已经变成已经正常啊，会使安尼来卖药啊吼。啊，请问安尼卖药啊内面？有人在监察无？有药师也是讲医生有人在看这看重这件代志无？敢那无吼？是不是？啊，咱来思考一下，啊，到底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权呐，啊，敢有甲咱台湾人稍照顾一下？啊，健康，安尼健保，咱有一个叫做健康保险对不？啊，这是毋是本末倒置？咱是毋是要为迄个来源来讲起？吼、哦，咱药啊是毋是爱食对？啊，若唔对药啊，咱是毋是爱知影讲迄为什么迄是唔对的药啊？对咱是无效的药啊？有一个笑话啦，讲一个妈妈啦吼，啊，拢走去地下电台，啊，拢听电台讲，哎呀，偌好都偌好，哎，青春美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食即多啦，啊，结果敢若甲因迄电台啥物关系无好，啊，都在受气，啊，将迄药啊甲断掉安尼啦，啊，结果因兜的乡，都甲迄个粪扫的药啊甲捡起来讲。哦，安尼你买啊几啊千块买的呢？啊，你甲断掉就可惜的呢。啊，我捡来食，请问安尼敢对？伊讲安尼足土济啦，我用个千外块来买的药啊。啊，请问食药敢是咧食补？大家来想看卖，迄药啊拢是迄个化学去合成做的。哦，这基本上大家拢知啦。啊，阮读药啊可能更加愈清楚啦，吼、哦，比大家知影一点点啊。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要讲这个题目是讲吼，大家对这个用药的部分，感觉吼，搁一点仔欠缺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拢大部分在医疗的这个病院啦，吼、哦，医疗制度吼，拢医生为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其他的迄个医护人员吼，搁无遐重视啦，吼、哦，大家看了看医生甲护士啦，啊，其实护士嘛真辛苦的吼，咱等下再来讲。啊，那大家看讲，哎，啊，那药师敢若在内面敢若，哎，敢若无啥物作用吼。是毋是咱药啊摕转去就走去啊？其实是因为大家唔知影啦。我希望讲大家吼，加减啦，咱人生当中拢会破病啦。破病有当时也是不得已，拢爱走去病院哦、喔，啊去看一个医生啦，啊摕药啊转来吃呢。啊，若准你也知影讲，你对什么药啊，你有产生一种过敏，还是讲你无适合的药啊？为细汉开始到今嘛，你拢爱记条条，吼，你倒一款药啊，起疹毛，还是讲规身骨才无爽快哦？请你把迄个药啊名记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若你讲你后一次可能搁断了即类的药啊吼，啊你甲医生讲，啊医生就袂开这种药啊吼，啊你断去食起搁愈艰苦吼、哦。有人起疹毛，甲规身躯拢病安尼，药甲拢全死，啊搁断来搁拍一剂迄个退敏的吼、哦，退过敏的针啦。哦、我嘛抱有这种经验啦，啊所以大家爱记哩吼、哦。啊，若要讲这吼、個。迄、那个法理论述哦，当然咱在遮一定爱基本上爱知影讲咱法理论述是啥，咱读啥。啊，为虾米我要甲这连起来吼？我一连串拢个讲，才详细予大家听吼。咱即个精力，日俗美战嘛，对不吼？咱个精力啊，要按逻辑来判断吼，好，大家思考起来。我第一届讲个演讲题目是讲创意的思考跟提案的制度吼。大家要有创意的思考，有啥物好的提案，有啥物好的思想，有啥物好的点子 idea， 让提供啊，让台湾民政府，然后会使对台湾的建设搁落啊好吼。啊，这这基本上迄个法理论是大家拢
即几工听课，基本上唔惊拢有迄个概念啦吼。那拢知影讲下关条约是马关条约，在1895年啦，在迄个日清的迄个甲午战争吼，啊啦签一个迄个叫做下关条约，甲台湾即个主权，即个所在吼挂牛哦，迄个咱个日本天皇。所以这是咱法律的这种主要咱台湾的迄个主权的来源，就是下关条约。啊，是讲安尼有主有这个台湾这个主权就算了吗？国际上敢会承认？当然来建设啊！啊，日本人是安怎甲咱建设？咱来看，皇民化嘛。当然，皇民化迄个当中嘛，这几年当中，当然嘛对台湾有建设。大家知影那建设无？第一，一定造户口嘛。你知影咱即卖有户口是上港做，你知无？日本人哦。啊，你知影迄个200年迄个大清帝国甲咱台湾统治哦，统治哦。啊，咱伊签伊做啥物？无咧，甲迄六个屯垦区嘛，大家拢知影嘛。啊，咱日本人甲咱造户口呢，啊，人卖做高分也贵个，咱若讲无小心安怎死啊外口，咱嘛知影过迄个人是啥人，同我甲你安尼带，也是甲你安怎处理？啊！那你也讲迄个大清帝国，你死啊外口有人插你无？变高分野鬼，还是我感觉我最感激的，就是造户口。啊，过来第二件，咱台湾迄阵吼，拢无人啥物建设呢，啊，拢全生虫啦，好拢有传染病瘟疫啦。啊，请问，咱虫有水好水，啊，甲蜜虫有食吗？大家拢知影嘛，八田雨衣嘛，迄个迦南大菌嘛，对不？伊开偌济为恁迄本土开偌济钱来台湾建设，即只伟大，我有感觉即感动的啦。咱也无讲迄个八天雨衣吼，来咱台湾建设哦，互咱台湾有好米好水通啉哦。啊，请问啊是，大家阁继续破病？咱无好的米，甲无好的水，一定是水嘛，水土不服的，大家基本上应该都是安尼嘛。啊，过来第三件，大家都看皇民化嘛。予恁两年的思考期间，你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做中国人嘛？啊，若讲要做中国人，就甲你请转去。请转去了后，我遮侪个中国人哦，所以中国人佫倒来台湾，移民袂清纯的啦。吼、哦，过来，咱4月1号，1945年，4月1号实行明治宪法，还有表示讲，伊甲你做马克啊，伊甲你即、這个，伊甲你建设啊。一定的程度，就希望讲你做伊的迄个人民嘛，好我给你照顾嘛，这制度出来，你有这种宪法来保来保护恁，吼、哦，第迄个食衣住行，吼、哦，各方面恁的需求，嘿是给咱台湾人照顾呢。你若讲无宪法，你无依据，伊给你干嘛当作你是伊的人民？迄阵叫大日本国的宪法嘛，还有变成迄阵算讲臣民嘛，安尼要给你承认。就是要有这种的合乎这个国际法，让台湾正正当当、正正常常变成咱日本来统治咱的国家嘛，让变成迄阵咱是日本人诶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啦。这就是咱依据，但唔是殖民地，还有美国人无清楚这点，刚当作敢那讲殖民地，安尼会使甲咱台湾地迄个放弃。啊，有讲当作咱已经无属属于台诶日本人，但是我人虽然讲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啦，放弃日本放弃日本政府放弃哦，吼，即个管辖权嘛，但是基本上迄个主权已经伫遮定掉啊，所以咱台湾即个土地主权哦，绝对毋是民进党讲哦，啊，咱台湾是迄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啊，伊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唔是哦，伊拢甲你骗，啊，我嘛叫骗有对哦，所以即侪迄个咱台湾人吼，甲本土的台湾人，是毋是大家拢转哦？迄个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以台制台嘛，甲过啊历史先生有讲过，伊就用咱台湾人来制服咱台湾人，因为咱台湾人讨厌外来侵权的国民党嘛，所以就以台湾人来统治咱台湾人，不管你似是而非啦。我把你这个人网罗在我的手掌心，你这个破狗，你嘛别再躲出我胡来生长嘛！伊就用这款的吼。阿妹来讲为虾米？迄个大家应该基本上爱知影，讲蒋介石就是因为国共内战嘛，吼，还阵嘛是
迄个二次大战时间，美国是同盟国诶成分嘛，啊，迄阵就是日本都是战败，啊，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基本上哦，爱想哦，咱迄中国甲日本哦，战是咧迄个中国战区，啊，若讲日本甲美国吼，是迄个太平洋战区，啊，日本吼是讲迄个两个原子弹的原因啦，吼，啊，就。迄个日本天皇都一定爱来投降，哦，损失上低啦。但是损失上低，结果咱牺牲咱台湾甲平哦，加迄个变形的迄个，因为迄个权力啦，吼，变形了，啊，都因为安尼就改造，都迄个麦帅就是麦帅，大概知影麦克阿瑟嘛，就第一发布一般的命令第一号，啊，叫迄个就改造来占领咱台湾，迄占领哦，大占领哦，绝对毋是台湾光复哦。大家看这个时间性，1945年10月2日，咱是毋是用洗脑讲迄是台湾光复？啊，咱落战败也是要哪光复？啊，讲啊，你都开罗会议好，台湾复活啊？啊，讲马先生讲迄开罗会是条约啦，啊，伊读法律的敢毋知？敢是条约？啊，条约又直接讲开罗条约就好啊。为虾米叫会议？会议甲条约是无共款的哦。所以吼，大家了解，咱台湾即摆的。国际地位依据的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在1952年4月28号就已经生效啊！吼，这个是咱爱了解这条约的内容，迄个是咱的根本骨。当然，还佫有战争法嘛，吼，还佫有迄个其他的迄个国际法，大家嘛爱了解一下。啊，比讲吼，伊嘛法律的依据啦。伊讲1952年即个4月28日和平旧金山的和平条约，啊，甲因迄台湾关系法，因为迄阵叫做中美断交嘛，中迄就是中华民国啦，流亡政府，迄个中啦，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伊就讲台湾伊即个爱管嘛，就是要通过台湾关系法。所以按呢来讲，整体来讲，为啥咱台湾爱需要美国甲咱迄个讲迄讲这讲迄，迄主张迄主张这？表示讲，咱是具有美国占领，所以才有这个权力对咱迄、那个咱这个政权讲这讲那嘛，吼、哦。所以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，是向咱台湾的地位的正常化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讲这個？即马吼，咱台湾已经无路通行啦。你有是感觉讲，假准咱无这个论述，请问咱台湾是毋是渐渐？渐渐渐渐的走去中国迄边，咱是毋是变作是中国的？哎，进行中国的一心吗？敢有啥物依据，还是讲法律讲咱应该安尼行？但是你有感觉即卖政权甲政策都一直为遮行？啊，若大家毋知影讲即个论述吼，我普遍凊彩你去甲迄个蔡奇啊，还是当去问一下，伊讲咱台湾拜变安怎？哦，叫通就是叫个中国合作会嘛，伊拢毋知影讲安怎一工过一工。吼、哦！啊，最近澳洲有一个迄个学者啦，讲啥人台湾人啦，即卖变是讲政治的迄个政治动物了，应该是讲是不管政治的经济动物啦。啊，即卖一步已经行到讲迄个北京即个政府伊的手中心，啊，大家台湾拢唔知，嘛无人有讲有啥特别的想法甲主张，啊嘛唔知即咱个即个法律，伊讲咱台湾变成经济的动物啦。讲一切向经济看，一切向前看，啊，变成拢无思想，无台湾未来应该做的。我感觉吼，听了又感觉感觉一点心疼，因为这是一群唔知影台湾即马目前的国际情况的一挂，欧洲也好，还是讲迄个其他唔知国际迄个国家来讲啦。其实伊也知影讲有法律论述，伊都是不安尼讲啊。某一群，咱即个对台湾奉献的一群，咱一群，嘛是在努力打拼台湾的未来。虽然你看你目前的叫用啊，支支弟弟也是讲叫用，讲为虾米啊插进地安怎？吼、哦，可能这是诈骗集团安怎？叫用误会，但是咱知影，咱有一个一种理想，为了台湾理想，唔是讲刚刚讲我后摆要有一个头脑尔。咱要爱这个头脑，咱嘛爱有头脑去做这个头脑，对是不是？那我今嘛有一种。概念，让大家知影讲，你阿伯要安那去接这个头路，我嘛千思万想，
讲我阿伯，我正经也要接一个头颅，我通好接无？哎，我嘛遮担心的呢，我有这个能力，我有这个，我有这个头脑无？啊，但是我慢慢来个抽丝剥茧，甲列出来一条一条要安怎做？吼，啊，伊若要接这个位，一定有人甲你反对，啊，那么安那应付遮的人，我拢有伫咧思想这个，毋是讲咱遮来上课，吼，啊，国语班了后一个互你证书，你着转去等，毋是哦？大家拢爱做功课哦，吼，我嘛有咧做功课，虽然讲。搁咧迄个进步当中啦，咱拢爱一工一工比咱前国较进步啦。啊，所以我有想遮侪种方法吼，分享给大家嘛。所以呢，咱也要讲即个顿顺吼，咱要开始吼，咱即个已经即个唯一的逃生工具，就是日俗美战啦，无其他的方法啦。啊，若其他方法并毋是独立，啊无就是讲统一对无？大家敢要迄个中国统一，还是大家感觉讲独立较好？啊，但是都袂使独立啦，因为美国讲独立代表战争嘛，对不？啊，明明都是咱台湾的迄个主权都一个日本天皇，啊，你是要哪独立？啊，你独立，请问你下骹的这个管理系统拢全是中国的管理系统呢？一面的暗的拢全是中国来遐一般人呢，去甲你操作，啊，管理方式爱去洗脑，啊，请问那古巴就是一个例啊？古巴你知影大概知影无？较早是迄美国占领的，互因独立了后，变讲因瓦基迄个苏联，那变共产国家。啊，你毋是真可惜，咱后摆台湾敢要变共产国家？我也讲吼，大概无一种思想，一种决心吼，甲咱们眼前咱台湾人来做主人，啊，拢无想其他的方式吼。你即个主人，别人咧踢掉，吼，啊，共产党的人来接，吼，啊，大概就变成共产国家。啊，你们就可怕，有没有很可怕？好、哦，所以咱也讲这条路一定是咱最后一条路。阿妹啊，咱也讲要接这个位，咱妹啊来接吼。当然，大家要去办身份证，啊，再来讲咱来训练，吼、哦，爱事情话人，吼、哦，阿妹啊那做，啊，这事情妹啊那运作，吼、哦，阿妈咧思考，甲都甲大家讲。阿哥，咱的专业，啊，咱有啥物创业思想无？美国跟啊日本啊，因要扮演什么角色在咱台湾哦？我一定一个譬如啦，咱吼甲咱这个日俗美战吼，这个法理论述敢若一掌球啊，甲一个棍啦，啊，咱孝就是咱家人拢是孝，孝就表示讲树叶嘛吼，树灭就表示讲你是种植啦，树叶当然嘛有新陈代谢啦吼，咱去接这个进款了，咱有可能有好的人才吼，咱甲栽培。吼、哦，安那可以起来，安咱家己落来，咱本来就是按新陈代谢，就是树叶嘛。我刚才讲日本、甲美国，因就是亲像那个阳光水嘛，好咱长大呢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比如吼、哦，大家都足清楚的啊。咱也要接一个位，就是日俗美传，迄就是咱的迄个武器。好、哦，咱要做这个位，咱的中心思想那武器，别人也动摇不了我们，敢那树根，一个点啊土内面啊。你咪阿那个白，那有日俗美战，你都免惊。第二，啊，我讲的树叶啊，好，咱来讲吼，大家讲啊，敢那在做官，咱绝对唔是中国社会迄种做官，咱的做官就是做代志，做代志就是讲你袂使徛遐，拢点点啊，拢无要创啥，啊坐啊遐，翘脚连吹球拢无要建设，唔是哦，你爱做出来，啊，你过来栽培，新陈代谢嘛，叶啊弄个落去嘛，啊，佮有新的叶啊生出来嘛，吼。啊，咱个希望讲美国还是日本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家己本身的人才，外国的人才，吼、哦，来培养咱，会使接这个进款。啊，第三部分我刚才讲嘛，法理论述是一个较好的论述，啊，过来咱的专业，啊，过来就是咱的操守。大家咱知影吼、哦，这个乌色的文化在台湾吼、哦、是真严重的啊，乌色就是乌金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爱有一种概念。看到钱，目睭唔好金起来，吼、哦，迄唔是咱爱该得到的。咱个薪水有互人就好啊，吼、哦，维持咱基本，日本咱个生活，好、哦，咱们额外的收入不要去拿，吼、哦，啊，哪被去拿吼、哦，你要保证自己不会被抓到了，啊，你要保证自己不会，受到惩罚吼，咱、哦、是讲会枪毙了吼，那这后一处再个讲吼，基本上这个贪污的文化是真不好的啦，什么拢爱钱，该要叫你去。介些即个推动即个建设，啊
还是讲这个工程啊，有 commercial， 我该要做较多，应该唔是安尼啦吼，对。啊，所以这个三个大概了解嘛，法理论述啊，加咱个专业啊，加咱个操守。你啊，这个三个，先讲三个宝剑放喺你身躯，你都唔惊，难要甲你变个刀，对不？是不是？过来我讲吼，这个搞到我有比如过啊。吼、哦，那个即个日苏美战啊，即、这个消化是咱个专业，咱食个人四千万人啊，但嘛新陈代谢对不？啊，过来啊，有迄个美国甲日本迄个阳光水嘛，啊，互人壮大。啊，过这些意思就讲，咱啊放肆性的思考，咱想即件代志，袂使去甲压落去。吼、哦，咱读书拢去甲你压落去，填鸭式诶，都无你有思想。吼、哦，譬如讲我即马上课，啊，若去外国人，人是安那上课，人是讲哦，有啥物问题当？大家都举手，老师都唔知道要惊啥人。啊，咱台湾唔是哦，我拢惊讲老师，你卖来惊我，你卖叫我起来，我叫即马某某人起来，你会敢起来无？哦，拜托你，你卖叫我起来，这就是填鸭式跟人放射性思考那种教育的方式是不一样。吼、哦，历代的这个，你看中国的历史来讲，他们都不损人民吼、哦、特别思想了，因为他们要保有君王的统治嘛。优秀的传统，因的子弟，因的迄个子孙，搁要继续伊的迄个君王嘛的地位对无？伊都无可能，互你的人民币搁较翘啦，啊，就甲你创造一挂迄个什么鬼神之说嘛，啊，无就甲你讲创造这个科举制度，你敢读书？你就讲啊读书啊，其他拢卖去管安尼，啊，袂甲你收纳成你家己要用的人，啊，都甲你控制好，你都无家己的思想。还是讲中国这个国家来怎啊要进步？其实伊本身嘛是爱向迄个欧美遮侪优点来吸收嘛。啊，咱台湾嘛是互日本教育了后，咱有遮优秀的迄个本质安尼扑起来。所以我无相信讲中国人话歹啦，是讲是因为制度甲因的人拢是心术不正嘛。啊，对遐的人来统治咱台湾，变成咱本来好的本质遮哇，遮差严严。咱希望讲，咱阿拜这个台湾这个社会，把咱好的本质摕回来，好不？大家来努力打拼嘛。啊，我前面讲吼，大家知影迄个马斯洛，刚刚李先生有讲过嘛。这基本上吼，咱有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会需求、甲尊重的需求、甲自我实现嘛。咱即马基本上就是讲爱生活落去嘛。吼，啊，咱个心理上吼，然后咱安全感嘛。啊，再来讲咱哦。这种爱的这种需求嘛，咱也无想讲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讲我一个人啊，伫咧一个迄岛屿里啊，家己安尼生活。你感觉我有需要人去爱我无？这个社会来肯定我无？都要被爱嘛。啊，咱就是讲啊，我的亲人到我迄、那个可能我的迄个女朋友吼，还是男朋友，还是讲我的家啊，还是讲我的先生，讲我的朋友吼，咱有需求这种爱对不？啊，过来，啊，咱这种爱了，咱有。各种认同，各种尊重，啊，尊重了后，当时那有理想，当时有一个思想的人，当落来去实现咱家己的能力出来，把咱潜能发挥出来。啊，我即个甲套用一个，咱台湾民众应该啊拜执政了后，咱各位拢是螺丝钉，咱嘛是按安尼做。那对咱的人民嘛，咱的迄、那个，咱的甲咱讲话是。兄弟姊妹，咱都爱安尼去做代志，哦，绝对别再跟我翘起二郎腿。我每天就给我每个月给我薪水，每天我就这样，我拢无做代志。你都是爱照顾好你管理，人民需要你被管理嘛？啊，你管理的人你要怎么做？对，食衣住行你都安尼做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讲套用讲即个福利政策、甲医疗政策来讲，你基本上未生出来，你都爱好好安那把即个囡仔生出来。吼、哦，我照顾这个囡仔，阿妈又去判白掉，这个体质对不？啊，过来这个基本的需求是讲，啊，我成长到一定的程度，我一定加减吼，吼、哦，可能我也无钱去病院看，这制度可能也无啊好着。但是就爱有一个讲守望相助，你要社区邻里相助吼，我判白，啊，你就赶快上去躲呢。吼、哦，这个是医疗体系，我是以医疗体系来做比喻吼、哦。啊，哪讲，这个有一个团体的运作，让社会资源啊，够让足够的迄个预算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创造较好的迄个政策。啊，在医疗方面哦，就是讲啊，咱有一个医疗团队，啊，够让有迄个较好的学习，还是讲咱继续
有一个教育啊，个艺术的技术的进步，吼、哦、啊，推动咱台湾可能对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安那更加精确，安那会使救这侪人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予咱伫个医疗制度里面享有一定的品质啦，医疗品质对无？啊，再来就是被尊重嘛，就是讲我达到身心灵的一个生活的品质，啊，这安那走就是要有。台湾政府又要建制这个社会福利跟那个医疗政策，吼，这是人心向背的问题。吼，咱做这个代志，就是希望讲，咱所有在住在台湾人，包括当然我们希望台湾人应该就是有台湾民政府的一些身份证嘛。啊，那没有身份证的居留权，啊，在这个整个环境里面的底下的人民，我们都让他过得非常好，让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，吼。这是人心向背了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你要抓住人心，就是要有很好的政策。那我们去要去换的人，哦，啊，提出那个一些创造的迄、那个思考，哦，新的迄个 idea， 啊，对咱迄个国家台湾这个社会有帮助呐。好、哦，这是我提出来嘛，因为讲生活的需求、生存的底力、甲生命的享有，啊，都进入这社会福利、甲医疗政策嘛。啊，陆陆续续我会讲啦。啊主要我今仔日要讲的是用药安全跟迄个药师诶，迄个照顾吼，这方面可能大家爱过了解一下啦。啊，当然我咧推论过来啦，让日俗美这样子当 S 加 Y， 啊，这就是台湾的迄个国际地位嘛。啊，若要来讲这个我这个迄个医疗方面呢，这个政策来讲吼，咱来讲，咱是咪？啊，未破壁进前，咱讲活跳跳一个人，是毋是平常时咱都是爱，都是爱保养身体嘛？爱不断去保养身体，运动啊，爱食补，爱注意啊，这就是预防的部分。啊，过来，啊，那我破壁变安怎？我都爱去找诊所，无找病院嘛。啊，病院啊，都爱有一个资源来帮我做医治对无？啊，请问啊，医治了，我会变好还是变歹？是毋是我讲继续搁爱有健康照顾？即一连串就是大家爱思考的嘛。啊，这是预防的部分，就是哦，那预防我就吃健康食品啊，是讲健康管理，也是咧健康中心啊，我来做迄个运动嘛。啊，就还是讲我免去健康中心，我平常时来跑步，吼，安尼我增加我身体的健康，我就少疾病来找我麻烦嘛。啊，变成讲啊，最近就是。人老啊，是讲最近我着破病啊，我着爱去病院嘛。啊，病院一定是讲啊有一个迄个较好的迄个医疗制度，啊，若有医生这个团队，啊，来帮人医疗咱的身体的病痛嘛，吼。啊，来医无好要安怎？啊，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迄个机构来给人照顾，吼。譬如讲，咱讲迄个长期照护那老人，啊，需要照顾，还是讲那有庇护所，啊，那迄个要生病完。你要让他恢复，也要有机构来照顾他嘛？这个很多啦，哦，例如讲护理之家照顾一个迄、那个可能有破病迄老人，啊，若讲坐月子的就讲哦，可能我最过来啦，可能就是讲啊病危，也是讲我无遐顺哦，咱有来这个坐月子中心啊，吃迄条医疗通类帮咱个身体恢复哦，啊，搞到我讲的长照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做啦，过来再顾这侪嘞。啊，这个、用药啊，这个安全吼、哦，应该都是这个整个领域里面吼、哦，一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吼、哦。你无药啊，你比较好的诊断嘛，不好嘛，一定要有药啊嘛。啊，药啊里面在运作嘛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吼、哦，啊，这部分嘛爱重视啦。啊，大家来看这现况跟未来的趋势啊，就是啊，我们投入的人力、物力、跟资源、跟资金来讲嘛。即嘛是可能个安尼尔，后排了愈来愈悬，啊，希望咱台湾民政府较好诶，迄个人性化诶政策吼，咱诶迄个预算嘛吼，会较侪吼，啊来帮助较侪迄个弱势团体，对不？咱这个会再搁提较悬诶，是毋是？这是我甲多讲诶嘛，这拢是甲迄个用药诶迄个药师照护拢是内面即最重要诶。拢是一占很重要的地位啊，吼！啊，假要来讲居家照护啊，假个有长照，我甲都要讲诶，这拢是一部分来讲啦，吼！
咱阁会使发展的健康方面的迄个医疗产业遮多，那遮多内面，我拄仔讲过啊，对药物的安全甲迄个药师的照护，拢甲伊拢息息相关，所以即个议题是需要来探讨的。啊，即嘛要讲啊正题啦。咱病人吼，即嘛大家拢讲哦，以病人为中心呐，吼，咱就爱病人的迄个观念吼，都爱较重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有想到无？这是相等性的。咱即嘛要对一个病人，要甲伊一直照顾，要甲病治也好，要甲好的医疗方面的迄个制度吼，甲即个病人吼，甲伊个安搭也好。但是病人嘛是爱付出咯，是毋是？啊，咱做病人的人，慢慢讲吼，你一个无爽快，就要拍护士、拍医生，安尼无限上纲啦，吼。虽然讲你艰苦，大家知，但是这个体制之内、资源的之内，应该要甲你治疗吼，已经一定的程序甲步骤啦。啊，你若讲硬硬要安尼做，啊，都你无爽快，啊，你都甲起冲突，安尼拍病人、拍迄个护士、拍迄个医生嘛有呢。啊，骂，你话顶一届毋是讲啥物明代走去甲迄个杀人献喙皮无？对无？安尼敢应该？啊，那我甲你神，你会怎欢喜个无？啊，你那会使用你明代？啊，恁中国伊政治就是安尼，我著有权有势，我叫你安尼做，你无照我，我著甲你哦，无翕起来，无迄，我著甲你献喙皮。啊，伊就是讲安尼天衣无缝嘛，你做个代志，你著爱负责，伊著爱下台啊，你凭啥共拍？对不？你伊是病人家属，伊佫有权利，你就会使安尼做嘛。所以这是要拢爱检讨的部分呐。对我即个讲到，甲拄仔讲到这吼，就是讲，即、这个安全部分就是讲用药安全呐。病人在诊断啊，佮要治疗即个安全方面吼，是毋是用对啦？啊，好如当然嘛是讲我有好啊，好如的意思是讲吼，即、这个我要甲你医治即、这个。系统内面，我是毋是有效率来讲？那效率是一个吼、哦、效率，迄、那个是对等性的。你有效率啊，当然医疗的效果就好啦，对不？啊，你只要无效率，你要哪讲效果？过来及时的就讲啊，我即马无艰苦，是毋是要有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护的迄个网络吼、哦，还是医疗的制度？好、哦，我即马即艰苦的吼，啊，我要来及时帮我救治，对不？这是不是？这病人为中心，这嘛爱去预地嘛爱去考虑着无？需求，我正经我都判病，我都有这个需求，你都爱满足我的需求。啊，那你无判病，你怎来病院？啊，怎有这多病人是讲啊，我就来看看医生，看看护士。啊，为什么讲我有啊？我第一手拿到，我第下一手就把它丢在垃圾桶。冇有病人安尼哦。啊，为什么那个药物迄、那个，即嘛那有实施一个？药物回收嘛，拢去迄个什么医疗还是病院啊？敢咱无爱药啊，伊要回收是销毁啦。啊，哇，遮多呢，敢若山呢？我摕转来无照时食，啊，都转来都甲弹掉。啊，若讲回收的较侪，啊，若讲无回收的，等啊粪扫桶，还是等啊甲冲啊迄个马桶内面，变成医疗浪费。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敢若毋对吼？哦这唔对的啦，咱未来讲，咱的需求都会无限上纲。我摕到我的病院，我有健保呢，我有权利呢。啊，但是你都看 A 医生、B 医生、C 医生，一天看遐侪医生，啊，摕遐侪药啊，回去也无食，啊，无食稀少。你有需求，但是你爱照时照步来，吼、哦，你袂使因为我有权利，我就会使安尼做着。病人嘛是家己爱负责哦，你袂使讲我拢是是袂手伸出来变爱。你嘛是爱护人，人拢袂使去手冲出来是干要得着尔，对，是毋是？病人嘛是哦，啊公平意思是啥？我总统，啊你病人，我是毋是总统要有最会优待？可能咱总统爱个尊敬啦，可能有特别的啦吼。但是基本上在人权，还是讲这个人权的这个角度上，咱要公平的对待啦。啊，比如说讲我总统有用。上阶段啊，药啊，啊，你就用个无好的药啊。啊，总统有特别病房，我即个平民老百姓无钱，我都无人插我，我连病房嘛无，所以这爱公平吼。
我当时啦，这嘛是安尼讲啦，安全来控，在病院内边都是品质嘛，药啊品质，医疗品质对不？啊，个方向啊，我诊断对不对？啊，用药对不对？啊，打针打下去打对不对？本来应该要静脉注射，啊，说改用肌肉注射，啊，是毋是爱了解一下吼？啊，讲病人我食疼遐疼，你搞我治个迷迷毛毛，啊，这咁好，这嘛是爱了解吼，病人的夙愿对不？啊，对。医疗体系嘛，爱进步啊！哎，我嘛是讲，我袂使讲，我照我读书迄阵的知识，啊，即阵要来个医治啊，临床可能有迄技术，但是我拢无进步啊！啊，人迄美国介即个阶段，你个安尼尔，啊，你即个病院早晚就是都爱结束掉，是不是？咱都爱进步，还是？是不是？吼！啊，健康管理，当然，那么希望讲预防胜于治疗啦，还是不得已个去主。治疗对不？啊，人希望更加好的健康的管理，让大家知影，上好莫来病院，上好嘛。啊，若会使莫来病院吼，家己是不是要托爱养生的方法、预防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啊，个感染控制在病院内面可能有感染，吼，这拢要注意着吼。啊，当然咱有说是这个啦，吼啊，这个整体来讲吼，这个医疗的团队就。差不多的包括内边嘛，以医生为主嘛，啊，护士啊，还迄个检验师嘛，还有技术人员啦，我加不下吼，但是技术人员吼，拢包括再来吼。啊，这我没有啷讲嘞，咱即马去病院对不？啊，是咪有你一个病历都爱写一个基本的资料，啊，去哩，吼啊，送来迄个文件给医生看，啊，给你看。哦，你有啥物病，你讲嘛吼，啊，甲你做一挂检查、检验，吼，啊，是毋是讲需要开药啊，落来药局提药啊，啊，甲你调剂，啊，调剂了，我感觉讲，这个有药的问题，我有啥物过敏状况，其实你有啥物状况，落来去甲医生讲，啊，若讲无对，你就去甲药师问，啊，若讲会好哦，啊，若讲药啊开讲无适合伊，佮转去诊间，佮叫医生做改一下，安尼，啊，批过安尼。这个流程就是这样，吼。啊，咱要来讲这个用药安全网，那为药厂生产药物，吼，到迄个病院来采挂这个药啊，吼，啊，甲医生来开这个药啊，啊，甲药师甲你调制这个药啊，吼，啊，护士可能在诊间甲你叫你安那用药啊，基本上也是讲啊，你要安那照顾家己，吼，基本上咧病房嘛安尼啦，吼，啊，病人本身。这一连串，咱爱注意啥哦？所谓迄个卫生所，就是咱迄个管理的所在，起码叫做卫生福利部吧，服务部吼。这就是讲，咱要管制这个药物吼，这个咱都当会讲啦吼。啊，咱要有这好的政策，这个医疗的政策，啊，跟药物要合价，吼，这新药要进来了，药物要合价，这经过的这个政策，吼，这个是迄个健保局。哦，就是卫生署底下健保局，伊爱负责个，啊来有手段来创作好药啊，对不吼？吼、哦，合于咱个人体需求嘛，哦，身体可用率吼，甲、哦、相等性，咩啊需求，咱迄个人体会使吸收个好药啊。啊，过来就是哦，病医就采挂嘛，啊，过来迄个诊断就要适当的诊断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时候来配好药啊，啊，过来药物咨询。啊，护士有甲我讲过啊。啊，病人嘛是讲哦，我咧病院看病，上好甲紧甲我看到我，啊，上好紧摕到药啊，莫我遐遐等他久着啊，才艰苦啊，拢发心地吼。这一个医疗网拢爱去注意着啦，吼、哦。主要是讲，有时爱确定讲你的处方啊，你的药力啊，甲你用药啊调剂啊有调有摕药摕着无吼，甲、哦、你调剂药啊内容着无？啊，看我需要什么药物方面的指导，啊，你有需要甲我讲，对不？这是一个药物照护一个部分啦，吼。啊，咱病人这部分就是讲，咱爱知影讲，咱这药袋啊摕了后，咱药袋啊是不是咱的药啊？吼，咱这个爱注意，就当我过会甲大家讲一下，吼。啊，药啊，咩样咱啃吼？啊，咱摕到药啊，是不是爱先爱确定几关？大家去病院吼。当摕咱个药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先看是迄名，是毋咱个名？啊，这是毋是咱个资料？啊，这是药啊名，是甲药啊同款无？
啊，甲伊讲啊，是要来保存，是安怎有写？一项一项拢总十来项，摕到药啊都安尼详细。啊，你感觉有疑问哦，请你去找药师药物咨询，去找药师帮你说解释者。吼、哦，啊，那即讲拍唔对啊，是啊，同我迄阵过同我改，吼、哦，这应该基本上大概爱知影，摕到药啊一定要确定这是不是这个药啊，是不是人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这是较专业啦。是讲为病人来病院看病，一定会甲你迄个基本上的资料嘛，哦，抽血啊，还是看你温度安怎啦，吼，还是讲你有做啥物检验啊 ，CT scan 啊，做啥物 X 光检查啦，啊，伊敢有讲有啥物好诶迄个医疗诶迄个评估吼，啊，敢有啥物疗程哦，即种啥病例内面，啊，当然嘛有一个计划，我要安怎一步一步你第一工，我来病院。大病，迄阵我爱安那第一天安那治疗，第二天治疗嘛。伊这一定有一个 plan， plan 就是计划，我医疗的计划。啊，诊断了后，啊，这个就一个团队。啊，有时候这部分，啊，这个用药方面的照顾，或者拢需要吼。因为有些你用啊侪药啊，无适当的药啊，啊个食了药啊，有些无爽快反应，还是讲有啥物讲药物加迄个食物有啥物迄个交互作用，安尼嘛弄个。都等下给大家详细小介绍一下，吼、哦，啊个药物使用的评估嘛，药啊入来了，我药啊边吼适合人接即群的药病人来使用，所以爱药物嘛爱使用的评估对不？吼、哦，啊个来药事经济、就是讲啊，即药啊会使上好是到迄个程度，咱会使接受的药、哦、啊，吼，啊卖讲根本都无需要，你都用啊医疗的浪费，吼、哦，药特别用较贵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要赚迄个差价还是啊？啊，咱就爱有一个迄个药师经济的概念吼，这是较专业嘛。但是，好，大家有一个概念嘛，讲这个药师照顾到底伊的领域伫倒啦，大家爱注意多一款吼。吼，啊，第问药师的部分就是讲，当你们爱知影讲病人伊的状况是啥，啊，叫迄个医生，好，阮药师，好，迄个所有迄个医疗计划，咱爱去甲执行。啊，过来讲，咱们要对这个病人。药理来面怎样变那个追踪吼？追踪是就变成是最后的服务啦。啊，怎样吼？啊，评估可以不断的评估，也用药的状况吼。啊，这有较好的联络的这个网络。啊，过来，咱药师服务嘛，咱药师唔是讲讲咧调剂尔，大家怎样调配？甲调剂有啥无同款？调剂跟调配有什么不一样？调配就是讲我但怎样英文字吼？我药啊，怎样放啊？都放入去，迄叫做调配。迄大家也知影英文的人拢知影，拢会晓。啊，但是什么叫做调剂？就调剂，就是为整间直传病人迄阵叫医生看，医生在电脑啪啪啪，资料都传咧药局，开始往听药多药低。啊，阮药师来调剂，嘛是甲药啊放啊内面，嘛爱看讲这药啊内面的迄、那个。伊个迄质量对无？啊，伊个诊断对无？吼、哦，啊对也好，了后交病人，吼、哦、啊病人有啥问题，咱阁甲解说。即一连串的即个流程叫做调剂。请问这别人会使取代无？除了药师，敢有别人会使取代？袂当是毋是？就是药师爱来做，即叫做专业。咱若调配就是讲甲囥啊落个内面，啊，都有人讲啊我。都可能有诶，诊所药师诶，迄个成本诶问题，啊，都采取讲会晓调配诶人，啊，这就是讲较无合法。咱爱有药师，伊有即个专业诶训练，啊，到伊诶知识，啊来教咱病人，咱都爱有即个牌照，嘛袂使囥单名，啊叫别人来调，迄个调配，伊就拢知拢毋知影嘛。迄药师较知影即件专业嘛，为流程过来嘛。吼、哦，这调剂甲调配无同款吼，啊呢，当然药师爱做就是要管理功能嘛。我是要甲迄、那个我所了解药物的知识，互大家知，就是爱一个教育方法嘛。啊，就是讲爱临床的功能，我是讲啊，我要来去培养我更加专业的，啊，对这个系统来讲，这医疗系统我有奉献，这就是变成咱有临床的功能啦。啊，教育就是我当然要教育哦，迄个其他医护人员，医护人员可能会安尼去教育哦病人，啊，无咱直接教育病人，啊，变成是讲咱管理个临床啊，甲迄个教育的迄个功能，迄、那个是阮嘿药师照护，这是阮的专业吼。过来，
我今天要讲较严肃的是讲药事管理制度，大家知影什么叫做新药无？新药咧，大家知影无？新药意思是讲吼，原始那个国家吼，他有一些研究的人员，他不断的去做药物合成的那些研究，啊，到做一些临床的试验，临床试验有扎脊椎啦，有那个就是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啦。好，啊，来做临床的试验，动物实验、人体试验一连串，啊，结果证明是对，就是人体是有用的，一连串的都是要被评估、被研究的，啊，咱台湾这个做这做新药迄个环境哦，较无啊好，为虾米？因为咱的迄个制度的问题，啊，跟咱资金的问题，咱拢爱依外，迄个欧美的药啊，还是讲日本的药啊，啊，若讲来咱提，就是进来咱台湾对不？吼，咱美国用爱两年了，咱台湾要甲引进过来，引进过来，咱是毋是搁评估伊个疗效，啊，搁爱健保要核价，吼，一连串，吼，要提到你，啊，搁迄个咱迄个健保局要去核算，也是讲核可伊个药价，啊，健保制度要保险要迄个纳入，啊，搁来讲病医要采挂，医生要诊断，啊，搁提到病人个手头个。安尼拢讲算起，按4到5年。安拢从美国迄阵研究出来，头一年爱阁用两年，啊来台湾咱摕到手阁啊4到5年，啊请问拢总嘛爱落啊6-7年呢？请问啊，咱台湾人干嘛是次等国民吗？啊等得久哦？啊那我朋友本来就查好，结果我落来等美国用两年，啊再阁等到你的手头，讲了才7-8年。啊所以。我们台湾人的命真的会这么的命运会这么乖舛吗？那庙看要把它卖不？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审核制度，咱是不是要有一个改变？哈、哦，这是不是咱要检讨的方面呢？我要讲啦，那一直讲健保在赔钱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嘛？啊，人有研究出来了，媒体嘛有在报嘛？啊，到底什么的原因嘛？啊，除了这个讲不当的医疗政策嘛？啊，跟那个不合理的支付制度，支付制度一下，健保要支付你这个药物，但健保不一定是支付药物了，还有那些手术费啊、什么病床什么，吼、哦，药价，大家拢讲药价黑洞，大家知影什么叫做药价黑洞无？咱健保药局指出来这个健保的迄个药价，都是爱差不多4分之1要是25%至30%啦，啊。大概甲大家讲啦，啊，药价来健保局也公布是30元来讲啦，啊，一个 A 甲 B 啊，加甲 E 啦，吼，啊，开价多少？啊，中间赚差价，这个差价，吼，啊，若这无差价了，变成是有凶去谈掉啊，吼，啊，利润大概做为安尼分啦，啊，大家讲啊，这不是一个黑幕吗？但是基本上啦，有合理的药价，迄个药差，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啦。哦，基本上你嘛是爱让人这个药厂生存落去啦，但是爱合理哦，吼。安尼合理，咱来讲啦，日本因的健保局健保是温准差不多2%至6%啦，啊，咱台湾起码过15%，啊，大家都是咧怀疑讲这个15%你到底赚去倒去，啊，赚去有迄个利润去有上赚去，啊，是为啥？迄阵早期咱病一间过一间过一直开，啊，是到底是咧赚啥物？那病院不是在赚钱，那是在服务人民的。那些不爽快，当然要把它医好。那是做一些，应该算我们讲的是慈善事业啦。那不是在赚钱啊。啊，但是讲来，那么就养一群医疗人员嘛，是要有付薪水嘛，伊嘛是要基本上嘛，爱就是人就是，嘿，道德上是应该在道德的底下是 OK 的。啊，那不 OK 的是讲你又赚额外的东西。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额外，我刚刚说了，让无属于你的那种卖去摕，无你爱负担好够嘛？是不是？咱一个体系就很奇怪，啊，那个15%呢？啊，当中你走去倒去，大家想看卖嘛？是不是？这个体系到底是多半边啊？大家是咪了解一下？吼，啊，咱在迄个西元差不多2011年迄阵哦，啊，就因为迄个健保局就讲，哦，你讲要加黑洞，我来给你删。三个最后，台湾一寡迄个外厂的迄个药厂刷，伊个利润赚无够，伊就被撤回啦。变是讲
油啊，无计划要继续留喺台湾啦。刷台湾人无油啊，啊拢用台厂诶。大家讲啊，拢台厂毋是无好，都当要甲大家讲，台厂真紧无好，还是讲原厂真的很好啊？即个都当改改水者。啊，即马啦开始啦，去年一月一号开始讲什么药物支出目标制度，伊讲啊，那敲出来吼，咱个比头前个来比目标制度，啊，再来讲。哦，这刚才这深的这个学问哦，其实讲起来讲啦，因为这多问题啊，伊都要来插一个药价嘛，啊，都砍来砍去哦，啊，本来我就爱用 A 药，啊，你因为讲伊个药差的关系收管，我就讲 B 药，啊，问题是 A 药甲 B 药影响这个病人伊的病情未？我本来就是爱这个药啊，啊，结果你甲换这个药啊，啊，敢有适合？这要评估嘞，你嘛别说讲一直换来换去啊，吼，啊，换甲病人。本来好好啊，对了，让你转一个弯，衰愈来愈歹，啊，是咪造成医疗的迄个循环的，对不？赶快循环的这个问题存在，都不断的在浪费医疗成本啊！你用唔到药啊，我用俗药啊，结果我治疗无好，我继续医落去，医落去，佮医疗佮浪费落去。所以这药啊，爱多好啊，多好的好，用在刀口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体制伊要佮你干预嘛？吼、哦，啊，都一群人嘛，医改会的人，就希望讲政府在某方面哦来改善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因呐，伊希望讲吼、哦，那么回归吼、哦、正常的一个那个给付的制度，啊，可以药价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，你可以有多少利润嘛？啊，讲正确说，病人真的需要那个药，要有三个制度，有三个一个提出的一个方式啊，就是讲，那绝对不要政治人物去操纵，不要有。背后有一些勾结在，就说啊，你用啊油啊，我卖用别的油啊，啊我受命你用某某油啊，那卖去有这种政治力去插掉。第二，就是讲啊，合理的迄个给付的制度，搞到我讲啊个药价合理的。啊，你讲我要用 A 药、B 药、C 药，医生在主张的嘛，啊是医生伊本身也迄个道德教育要够，除了他专业教育、道德教育要够。我一个医疗团队跟我讲，我用 A 药、B 药，到底仔细评估，用 A 药进行对比，然后你卖讲哦 ，B 药有迄个可能伊的差价较侪，才赚我侪。就是这三方面，大家要建制，就是咱这都爱改善的，政治力不要插介入，让这些学者还是讲这专业人，给咱建制一个很好的一个体制，让来参考因的，啊，做一个体制好的改变，是不是改善？啊，再来讲。让有较好迄个给付的制度，啊，加咱迄个专业的能力，也有咱讲要操守，是不是？该用都是看有好药啊，卖讲我利润较侪，我就去摕起，对不？吼、哦，今嘛要讲到迄个药品的安全卫教了吼，应该剩差不多20多分吼，这基本上要大概了解吼。这个是迄个大家拢知影迄个50年代吧。迄、那个有迄个黄梅调嘛，伊讲要有三个药嘛。其实这个药吼，我要嘛，啊，我要说这个药吼，应该是药物的药吼。伊是讲这讲梦假啦，啊，其实伊的演戏啦，讲我医药要什么东海龙王角啦，啥物？讲刚刚咧，这个中药啊，刚刚讲这个物件，敢那即歹摕到安尼啦。但是在咱即马医疗来看，咱爱正经了解，咱即马食药啊。好，也适应症，也疗效，该剂型、剂量，该服用的方式，吼，一天爱食一盖呢，两盖呢，三盖呢，也是困前食就好。即个哎，要了解这個，啊，就多一挂人爱调整剂量，吼，譬如讲老人、囡仔，也是有新的人，吼，也是讲伊迄个肝脏，也是讲肾脏有几有问题，啊，咱咪安尼调整伊的剂量，这嘛是爱了解。啊，都我搞到有讲过，啊，药物甲药物。啊，甲药物甲迄个食品，啊，佮迄个交互作用咩安怎？啊，我长期咧食某某药，还是讲我长期爱食啥物咖啡，也是茶，啊，这有影响无？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迄个，咱也是讲不良反应，还是讲有过敏嘛？佮都讲过敏，吼、哦。啊来，影响咱迄无好的迄个变成身体的障碍，还是讲伤害哦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咩啊来诉求？这药害救济，当我来讲。啊，刚刚迄药物的保存吼，那一个来讲吼，啊，当然讲医生要有正确的诊断呐。
我来判判病，你都爱甲诊断对哦。你咪讲，哇，我应该头痛，是不是头痛一头，脚痛一脚？哎嘛，无一定，可能头痛甲脚迄个有连贯的吼、哦。我是比喻啊吼。啊，你袂使讲，我甲看一种症状，我就甲你医。你要经过来评估啦。啊，我是咪要伊甲诊断对不对？这多人哦，你得看讲诊断不对啊，医死人那、啊、抬棺抗议啦，啊撒名字来讲丢鸡蛋呐，啊坦白讲啦，这个医疗的这个制度爱检讨，啊、哦、啊是讲你的专业是不是爱搁检讨，还是讲最近这个病人就是伊就是拄啊遐严重着，啊拄啊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啊，输伊安尼过身啊，什么原因？这种较复杂的，这种拢爱调查啦。啊，咱白人这方面的嘛是较温和的啦，卖讲丢鸡蛋，就是讲要撒名字啊。那有一条制度来去解决这个医疗纠纷是较好的啦。吼、哦，你白人袂讲我权利无去得到，还是讲你病院无检讨到，咱方面拢爱去照顾到啦，爱去了解到，吼、哦，拢袂使讲去定打到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要讲，咱药啊是有利的。吼、哦，我止疼药啊。啊，为伊个肌转啊，我要到多一个器官啊，我会肌疼，即种一定会咧肌转呐，吼。啊，刚才讲啊，我咧药物有迄、那个吸收、分布个代谢，吼、哦，它分泌出来就是排泄出来，结果就排泄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方面咧爱看一寡了解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搞到讲治疗个治型嘛，我讲治型就是有迄皮肤爱抹嘛，爱食诶，爱啉诶，吼、哦、吼。哦啊，个即侪爱吸的，还是讲爱喷的，吼、哦，即侪制型是无同款的。啊，药物当然嘛，讲一工两工，吼、哦，嘛有人讲一礼拜食一届，嘛三工食一届，好拢有哦，吼、哦，即拢来了解吼。还、哦、药物使用的途径就是我甲他讲的，吼、哦，可能有食的，啊嘛有外口抹的，啊嘛有贴的吼、哦。啊，即嘛是讲你要去外口先不得要买药啊吼，好、哦，我们是有允许一部分是有可以到那个。药局去买成药，啊，但是你买到迄药啊，你爱详细来看，讲啊，伊什么名，药厂，成分什么，啊，有用药迄个副作用无？还是讲有啥物迄个有效时间？哦，有效日期一定爱知影啦吼。那个有效日期要来讲是讲，后壁因做药啊，弄有有效日期的无？啊，但是因为台湾湿气较重，啊，因可能。不像咱台湾的气候对不？啊，所以咱也要藏啊，要藏到爱过来拍一节，莫讲藏伤久吼，还是讲伊已经要歹去啊，过来用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爱注意，那有效时间爱注意啦。因为你啊拍开了，伊个会变质嘛，啊你无拍开，伊本身嘛会歹去，所以有效时间你嘛爱抓得着啦，吼、哦。莫用过期的药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大家爱了解吼、哦，主要是这个含量啊，就是讲这个。即、这个迄、那个剂量吼，啊，食法，即拢爱所了解一下。即药啊，上好是咱个成药是不得已吼，开放一寡成药去药局。但是我希望是爱医师指示、药师指示，咱来个来去买。咱莫讲哦，我亲戚朋友介绍我，我去倒去买即药啊，就摕来食。食起来煞肝也是讲是，啊，药剂煞重大安怎吼，这个爱注意。好、哦，我今麦是讲，搞多我要讲的是讲，我们迄个药物为了使用的途径嘛，吼、哦，有人啦，有这种药物的疏失啊，啊本来是讲吼，伊最爱用迄、那个，煞爱用抹的，啊摕去食啦，啊嘛讲爱用迄、那个，塌的嘛是摕去食啦，啊有一种哦，最严重的是讲吼，啊伊迄抹外伤迄个外用药啊，煞摕去点目睭啦，啊嘛有人讲哇，变青眉嘛有。哦，这拢啊，这重要的吼、哦。啊，你要才了解，讲我今嘛看什么病，啊，医生开什么药啊？药师啊，请问药师了解，讲我这是咧抹目睭点偌久，安那点？哦，这拢爱了解，是不是？哦，千万唔讲我拢是用吃的吼，啊是讲啊，我这本来拢抹，摕去点目睭抹目睭，吼、哦，这拢爱注意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都等我尽量甲大家讲啊，即最用途的啦，啊，有药最有大的，啊，佮有迄个喙齿会较爱干的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最物件吼，啊，若无了解，正经啊问药师啦，
吼，即马就是，即马就是，先为迄个食的迄个定剂嘛，药啊、药丸来讲啦。啊，药啊分遮侪类个吼，你看，口含定就是甘的嘛。哦，就是讲我脑无好，去外口买一个甘啦，吼诶，即就是甘的嘛。甘的啊，就透过口腔对无？啊，甘的啊融化啊来吸收，为让黏膜来吸收。啊，就舌下定就是讲心脏病的人心绞痛对无？啊，就感觉喙齿下骹。感觉喙齿下骹，啊，为喙齿下骹遮黏膜甲血管来吸收，迄救心的就爱囥啊身躯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你看有遮的人，因为心脏病安尼吼，你紧去甲伊搭底下有迄、有迄心脏病，吼，紧帮伊踢一粒，吼、哦，咱边仔人嘛爱了解，啊，这嘛是有啦，嘛爱了解讲吼、哦，你本身有心脏病，也是讲你有糖尿病，爱食爱一个底下讲我是糖尿病的病人，我有心脏病，也是讲我心脏病的药，随时囥啊身躯的，假准讲你。突然，哇！这心脏病发作起来，是讲你突然你低血糖，啊，药啊无咧，药啊伫倒，毋知影，啊，人嘛毋知你是虾米款的病。若准你身上有迄药啊上好，边个人甲你救起来，安尼，这基本上的吼一个概念，互大家知影吼。啊，这糖一定是讲啊，这药啊这苦的，我着用迄外面包一寡迄敢若糖啊，安尼甜甜，啊，我甲好食，甲好吞安尼啦，这个就一种调味作用吼。啊，过来，即、这个苍蝇叮甲蚂蚁叮，就是讲，因为做的方法就是讲哦，我撇边伫我迄个肠啊吼，也是讲迄、应该讲胃内面吼，我记得迄个卫生破坏了，啊，你破坏了，我要吸收我身体都有限嘛，也是讲即个对咱的迄个疗效，会当卖迄个胃酸加去破坏，啊，都有影响咱食即个药啊，迄个药效对无？啊，是讲，伊对胃有伤害，咱咯。片边对胃的伤害，啊，到人要标治迄个所在，比如讲，我要治疗我的肠啊，是要治疗肚，我片边即个卫生的破坏，啊，当我迄个标治的细胞内面，我会使治疗好，即伊的剂型就是做安尼啦。啊，迄、那个用钙嘛是有哦，吼，那胃药大部分早期用钙补的，啊，补了后，迄慢慢啊，迄药效才出来，啊，人吞到腹肚来安尼。吼，啊，这嘛是，这有戒烟嘛是爱用补的吼。啊，补了有迄吸收伫咱食周遭的即个效果内面，吼，这就是咀嚼锭。啊，过来有大家拢嘛知影胶囊嘛，胶囊嘛有迄个硬胶囊跟软胶囊，吼，硬胶囊大家就知影嘛，迄内面迄个明胶做外口，迄是明胶做的嘛，啊，内面是油粉，啊，那软胶囊内面液体，这拢是有效成分包在内面。啊，伊透过讲吼，伊这一定为有混有像有不唯一的安定性嘛？安定伊个，当即迄个硬胶囊还是讲软胶囊嘛？因为安定性，伊该做这种剂型，吼、哦、啊慢慢啊，因为迄、那个伫咱胃内边慢慢啊融化，啊来分解，啊那有效果，吼、哦、也巩固即个有不的迄个特性、安定性，啊来选择伊适合的迄个剂型，吼、哦、啊即、這个吼、哦，伊这一粒一粒内边吼，搁再拍开。直接拍开，也是讲你要用吞的。拍开了后，直接为咱诶迄个胃分解啊吸收溶解啊分解吸收吼。啊，这就是讲吼，我是要一个标的的细胞，我要来标的迄个细迄、那个所在嘛，迄、那个部位对无？我就是要渐渐啊，互伊分解，渐渐啊维持讲咱可能一天会有效，无是十二小时有效。伊就用这一粒一粒的。在咧一定的迄个时间内面，给你分解，给你融化分解，啊！你长期一天有这个药效，吼、哦！伊设计安尼吼，啊！伊设计迄个胶囊的状，迄样子你会使直接吞，还是不用拍开？啊！讲直接吞是讲咱适合吞的人会使用吞的，啊，慢慢啊分解、融化、分解。啊！讲无适合，为啥爱拍开？就是讲，那有寡病人、老人无适合吞的，就囡仔无适合吞的，还是讲迄个罐迄个病人、长期照顾的病人。你用迄一粒一粒的吼，伊甲好好，伊迄有一个罐的，甲好入去，啊甲好吸收安尼，所以做这种剂型吼，拍开甲吞落去拢会使吼。啊，那个有一种可溶锭吼，甲迄个口安锭无共的是讲可溶锭伊做较细，啊伊含咧嘴，嘛含咧嘴内边，啊慢慢透过迄个黏膜，啊甲那个血管吸收。
吼、哦、啊，总共台湾即卖是有开放哦，即四个药啊吼，即四个药包括有迄个前列腺的吼，啊，甲迄个胃的方面治疗胃的病的，啊，甲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忧郁症的吼，甲好吸收吼、哦，马上吸收。啊，你若讲我即喉咙顶吼，伫我喙齿喙的下骹马上融化哦，喉咙顶甲口腔顶无关系，喉咙顶即紧的融化，啊，口腔顶是佫你甲减一寡，你甲减一个时间一下。啊！伊马上吸收吼，我马上都你有感觉有效，马上。我啊，但是有人讲，安尼我用吞的会使袂？我用茶安尼个吞的会使袂？嘛会使，但是有效无遐好哦、喔。伊就是希望讲你为口腔黏膜安尼吸收，吼、喔、啊！你若用吞的，会效果就有够有限啦。啊，过来发泡锭，大家发泡锭就是差不多，拢差不多是迄个雀痰的嘛。吼、喔，咱有痰对无？啊！就甲你冲一点盐，啊！你一定爱一定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水吼，茶内面吼，伊安尼发泡，哔哔哔哔哔，啵啵啵完了，咱个来啉，唔是讲直接吸咧嘴来啉哦。我迄效果是无同个哦，吼！爱是爱先吼伊，点么茶内面吼伊发泡了，咱个来啉。啊！我甲大讲即个长效缓释剂，就是甲大讲迄胶囊吼，伊做咧胶囊即个剂型内面，伊内面阁有分遮侪层个。这是更加深的啦，啊，主要是讲伊这本身一粒，甲吞落去，甲放开，只个吞下来去，效果是好，迄、那个效果是同款的吼。啊，是主要是针对这个会吞的甲袂吞的人，这个剂型。啊，再来这个有遮侪迄个，遮侪层的吼，啊，慢慢来分解，维系你一天的有效。有人就评断讲，我食一天食三盖，一天食四盖。我若有这种的，我一天吃一盖就好啊。吼、哦，这侪进步的迄个剂型，即马拢在研究。啊，人后壁即马吼，有时伊有去营养研究的团队吼，拢制作遮侪，希望咱人体吸收的，吼、哦、啊，人体会使维持较少。我一天敢爱吃一粒就好啊。莫讲我可能我吃五种，还是讲我吃十种。我迄老人吼，啊，就一天爱吃十几种，啊，十几种佫最好法，服法又很复杂。啊，哇，你咩安怎？啊，有人发病讲会将一天会再食一盖，还唔真好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希望讲咱台湾诶环境啊，办嘛，说有一个研究的团队来研究讲咱国较好诶，对咱台湾较好诶，诶、欸，迄、那个品质的药啊，啊，较好诶剂型。啊，咱即嘛拢是依靠迄个欧美较侪啦，日本较侪啦。啊，希望台湾有一个较好诶迄个研究诶体制，政府也补助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啊，也准啊讲迄个底下。我会财团法人，万一有这种研究，投资这种研究，吼、哦，啊，对咱台湾，即个咱经过的迄个药物，也是讲迄个有帮助吼，啊，人嘛袂使讲输掉迄个澳币甲日本，那么即个潜力甲能力来发展新药，啊，即嘛冇遮侪迄个生物科技嘛，是为遮安尼咧行吼，咱台湾吼袂输别人啦，是讲咱无迄较好的制度甲环境，啊，甲迄个资金嘛。对不？咱是大家要来打拼，把咱这个制度啊，创啊较好诶，是不是？阿公吼，我今晚要来讲个这几句讲，那基本上外用啊，搞到讲是定剂嘛，药丸啊，对不吼？啊，今晚是讲外用诶，啊，有皮肤在抹诶，啊，搁职场嘛，职场是讲咱爱用一个这个道，咩啊讲这个辅助器，吼、哦，这个药啊，啊搁入我食内面，啊有一个适量诶。啊，摕出来了吼，啊，甲咱囥啊是职场，啊是讲即个特殊的迄个查囡仔爱用的迄个阴道部分哦，啊，甲药啊一定的迄个剂量了吼，吼、哦，这个挤出来吼，啊，一定的剂量，啊了后再来甲即个迄个 push， 吼、哦，甲伊吸落去，你的部位找对了，甲吸落去，啊药啊，都到你的标的的所在，啊抹这药啊吼，那底层也是讲。阴道方面感染的吼，啊，那外部的就是软膏擦我们的外部吼，肛门嘛是，啊，肛门栓剂嘛是有退休的，也是讲底层的，迄拢会使用栓剂的剂型啦，剂型，吼。啊，过来咱目睭吼，一般大家拢有水嘛，啊，可是有膏对无？目睭有膏啊，目睭有水，咱要来点，啊，基本上是讲水吼，目睭有水先点，再来目睭有膏。啊，那个两个目睭有水边来讲，上大心点拢无要紧，但是你两个有水当中爱隔五分钟去吸收，吼、哦。
啊，若讲迄药水哦，拍开了一个月以来爱甲用完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内面你拍开了了，已经伊内面药效每一工每一工拢已经会甲降解，而、就是表示讲愈来愈伊效果了愈愈甲无好，所以一个月来甲牺牲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讲需要有诶，目睭要需要吼，爱伫咧冰箱诶，吼、哦，咱都爱放啊冰箱诶冷藏，毋是冷冻哦。无药啊，咧放啊冷冻诶内面哦，迄拢是放啊冷藏第二个。二到八度 C 嘛，冷藏有一定的一些保存的效果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你若讲药膏甲药膏之中吼，爱偌久十分钟吼，两、哦、个药膏啦，六十分钟吸收，因为药膏是较黏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要吸收爱较慢，啊，就超十分钟。啊，多一个药膏代谢外，拢同款，都会有特别的作用吼、哦。再来，佮问医生一下。啊，若要安那点吼，咱当然嘛爱加滴目睭安尼，大家拢知讲，我落点落去就好啊，对。啊，你啊点啊点啊对的所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药膏要安那点，我落我嘛同款啊，啊，就点啊内面，即个其实是讲你眼睑遮甲揪起来点啊食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差不多你点了后，你就爱目睭就爱闭起，啊，就爱闭起来嘛，啊，就你会使小甲迄、那个小甲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你的眼球小小动一下，啊，然后即个药啊分布吼，甲均匀一下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嘛是同款哦，你点的甲你抹的拢同款吼。啊，若讲咱鼻喷剂吼，鼻喷剂就是差不多有气压式的嘛，有的用安尼直接气的啊喷入去的，啊嘛有讲两个安尼爱两个两手两个手指压下去喷入去的，对不？啊嘛讲有的用为这种的方面来喷入去的，哦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伊用的方法无同款。吼、哦，啊，要作用甲你需求的迄个所在，所以做的方法是无同款的。啊，你若讲不要用，你咪爱问药师吼。啊，过来，那即嘛讲迄个点耳仔吼，大家讲啊点耳仔简单，我着点入去就好啊。啊，像你啊对幼婴仔，咱要哪来点？幼婴仔伊这耳仔吼，这软骨还袂生好诶，所以你爱为伊这个耳垂遮甲揪起来，啊，甲点入去。那点入去嘛是同款，你就是爱多啊好，可以吸收五分钟。啊！那吸收五分钟，无讲所有的药啊，拢吸收入去，伊个会走出来。啊，那个同一个物啊，啊，那要起来迄阵，小甲迄物啊，就安尼甲迄个，搁剩的迄个药水吼，咱甲吸收起来，啊，就物啊甲单调安尼。吼、哦，这点的方法爱有一个手势啦，啊，搁一个方法。啊，来讲那个诶，迄、那个，大阵那有迄个气喘呐，啊，需要用这种吸入器嘛。啊！伊即卖做的方法拢遮侪嘛，佮有迄油粉的，啊，佮毛迄个气体，哈，也是讲液体的吼、哦，用这种方式，啊，那免啊来吸收，免啊来用嘛。啊，头一厝人袂晓用嘛，是爱问药师啦。啊，基本上就是讲，你就是爱家你内边的气，吼、哦，佮从我打你呼出你的气嘛，从我打了气吐光以后，啊，再来。那有一个辅，某一个这是直接吸的，某个有一个辅助器的，接着迄个伊的嘴的，啊，你要吐完气了，你就甲吸落去，都安尼跟吸气，吸气要闭气差不多十秒钟，啊，把十秒钟你就顺畅的可以呼吸安尼，啊，你的辅助器拢爱修设计的吼，啊，再来咱这个，等一下，搁一个漱口的。啊，那就基本上感觉牙龈的，那啊，落落落喷出来，一定要喷出来，别吞落去，有人给吞落去呢。哦，这种剂型不是要吞落去的哦，伊不是药水哦，伊是要喷出来哈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廖尊就是讲，咱也是讲漱口腔嘛，口腔那是食拢全部爱把迄个有细菌，也是讲咱食要清除，不是爱落落啊，落头爱这个三十度这个角度啊，落落。来准讲，咱搁要来较老、较深的所在嘛吼，咱就是搁差不多45度，啊这吼拢爱喷出来哦吼，这种的漱口水拢一定爱喷出来。啊，过来咱是看了这个油分吼，咱诊断要望闻问切啦，啊，咱油啊嘛爱小看一下嘛，爱望闻问切一下，啊，有这个有变色无？有迄生菇无？吼，啊有痰气无？好，本来是要一粒的，要算羊去变粉的无？吼、哦，啊你平有臭臭无？吼、哦，啊问药师讲，这个保存还是讲药啊有后摆，你拢爱问一下。吼、哦，啊前面啦药啊有效时间，啊个
正确用的方法。吼、哦，啊，若讲虽然讲有效时间那边讲，你嘛是有这种状况的，拢爱稀少。吼、哦，过来，那药物跟药物有迄个交互作用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上好拢是配茶食，卖用什么牛奶啊、可乐啊、什么葡萄柚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主要是讲。啊，甲酒精也是讲其他药物来吃吼，拢有影响啦。啊，讲啊，你变食这嘈杂啊，嘴变安怎，就是变你爱问药师吼。啊，即马有人是用农民力这种方法，啊，药物吼，啊，甲食物来做一个迄个解剖。吼、啊，即马即个有人做出来是迄个大金病，伊来做一个，互大家了解一下。主要是讲吼，卖甲迄个。牛奶，还是讲迄个葡萄柚，还是茶，还是果汁做伙啉，吼、哦，咱用茶来配，吼、哦。啊，就啊，药物交互作用，哦，这只亲的呢，对，这亲的。你 A 药跟 B 药同样性质，伊的动力嘛，伊的疗效的提高嘛。啊 ，A 药跟 B 药无共，到底有提高还是降低？吼、哦，啊，搁较侪药啊，咩啊，哪是提高还是降低？啊，这肝首都效应是讲，我食了，我肝脏都已经有破坏掉啊。啊，过来吸收偌侪嘞？啊，肝脏内边有迄、那个。酵素嘛，酵素有促进代谢，加迄个抑制代谢。啊，这只侪酶，啊，这咩啦作用？哦，处理这严重个咩啦？这我都唔知呀。那请问药师吼，因为你病只侪嘛，疾病很多不同的，很多不同的。啊，药物组合也有很多不同的，啊咩啦？啊，药师帮你查。啊，这种药物的迄个讲，哦，这个药啊，啊，甲这都药啊有啥物副作用？这种。混讲这 A 级还是 B 级？按台湾是用一二三级啊来判断讲这一交互有没有严重度了哈？这是基本上大概知影一下。好，啊，这毛是我们有查询的系统，哈。啊，再来孕妇有非 A、B、C 级，基本上 A、B 级是安全啦。啊 ，C 跟 D 哈是讲可能有无较侪迄个证据证明说它没有危险性，哈。啊，这有书会使帮你。解剖，讲啊，这是 A 级、B 级，啊，再来给你分析，这迄、那个怀孕的妇女可不可以吃了哈？啊，过来就是讲 X 级有可能造成畸胎啦，胎儿会畸形啊，所以这绝对袂使服用哈。啊，过来，咱也是讲药物造成不良反应，啊，咩安怎？咱来注意，甲我有讲过，过敏药啊，大家记起来，吼，啊，咱心上了解，啊，咱要去看病，啊，甲医生讲一下。啊，卖开这个药啊，啊，咱个记掉诶。啊，若讲正经，因为我食这个药啊有伤害着，那我这个药害救济基金会就是安尼。但是这有限制啦，伊干嘛是药啊造成诶？唔是讲每一个药啊拢安尼，啊，这嘛是爱有迄个专门的人来核定，啊，有一定的赔偿度，吼。啊，过来，这是到最后吼，让我大概看一下，用药的五大核心哦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咱用药啊，基本上要注意啥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奇怪，啊，明明就藏伫遮。阿嬷，你在找什么？阿贵哦，啊，有看到我顶盖藏迄个药啊无？阿嬷，什么药？你人不舒服吗？那我陪你去看医生。哎呦，阿嬷嘛唔知呀、啊。醒来跟阿嬷倒吹啦！阿嬷，你连自己怎么了都不知道，还要乱拿药吃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除了上次提到的用药五不原则，还要注意的就是正确用药五大核心能力。一、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包括哪里不舒服，还有曾经有的疾病、目前使用的药品等等，说得越详细，医师的诊断也就越精确。二、看清楚药品标示，一定要核对药袋上是不是自己的名字。如果是自行购买的药物，要仔细检查包装上有没有卫生署核准药品许可证字号。三、清楚用药方法，服药应该依规定时间。另外，还有饭前饭后的时间也要注意。特殊药物就必须要听从医师或是药师的指导，才能达到最佳疗效。四、做身体的主人，那些标榜神奇疗效的药品和食品，要提高警觉，要坚持不听、不信、不买、不吃、不推荐。与医师、药师做朋友，将常看病或是领药的医师、药师咨询电话列入通讯录，
如果服药后不舒服的话，都可以打药代售的电话跟药师朋友咨询哦。阿嬷，你的乖孙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。阿贵哦，阿吉西啦，哦哦，我只需要拿我香港脚的药膏啦。脚，哎呦喂啊，就轻微的。大家要多多关心家中长辈用药的安全哦。所以，我要给大家讲，咱地下的电台，也是讲在迄、那个。那个电视啊，那什么药啊吼，咱上好是卖去甲信道啦。咱主要爱去病院看病医生嘛吼。啊，希望咱台湾人会较一健康，啊，卖洗身吼。我嘛感觉洗身才悲哀啦。啊，所以大家经过我安尼讲，希望大家后来佫更加更加愈健康。上好卖去病院，但是有病院也要去病院要看病，咱就爱照顾来，唔好去买地下的迄药啊。我希望台湾人拢才健康诶。我今日讲到这，多谢。各位学员，下课休困十分钟。中午有拍那个识别证的哈，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啊，到后面这边来拿哈，电脑后面这边来拿。